Hello，真的好久没有拿起相机了。今天是星期一，现在是早上的9点钟。今天是3月11号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去动物园，我好激动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那我到动物园再拍可爱的小动物给你们看。I'm doing it. Or a blackie. Harry the Blackie first out of the